感恩您收看今天的大爱人物志，我是阿明。台湾俗语讲，囡仔放尿全过溪，老人放尿滴着鞋。听起来虽然不是很文雅，但是对于老人家年老力衰的身体状况，却是描述的非常的贴切。咱们今天的特别来宾黄清奇师兄，就是一位年纪有了、身体有病的慈济志工。今年81岁的他，一生多病啊！刚开始结婚没多久，就得到了急性脊髓炎，不仅下半身瘫痪，大小便还失能。后来因为贲门溃烂，动过食道的手术，还因为肾结石，肾脏也开过刀。现在的他年纪大了，一边的脚、一边的肾脏萎缩了，所以你等一下看看他的行动、走路是不太稳的，耳朵有点重，小便不太顺，吃饭要很久，但是他却坚持仍然要出门做志工。想知道他如何身体有病心健康，把握每一个因缘殷勤付出吗？带大家走入黄清奇的人生故事。好，来，亲爱的，来，来，我们带你们去参观。智严法师，我们智严三如母，你们叫师公哦，这是他的老师。你看我们的正言上人，那几秒钟的六个字，竟然的呢，40几年来呢，全世界置业做得这么大，所以我们身为学生要跟着我们的师公上人一样的，好好的，只有几秒钟，恒时刹那。虽然走起路来有些颠簸，但这并不阻碍黄清奇为学生导览解说的心，把握每次难得的因缘，用故事和大家细说慈济，还有自己的人生经历。刚开始只有什么30位家庭主妇，还有5毛钱的十种岁月，你们知道吗？哦，就是从那边开始，所以就不要小看自己哦。只要要恒心毅力勇气去做的话呢，你里面将来你的成就都不一样的。我跟你讲，我耳朵比较重来了。就是如果我们关心别人呢，啊、关心别人，关心别人，啊，可是别人不能够理解我们的。不，我们是养成整个社会的风气。嗯，因为我们在别人的心目中是别人，所有人就是不关心，养成不关心别人的话。最受吃亏的是自己。我曾经脊髓受过伤以后，两个脚都有说，连排泄都停顿过。我肾脏只剩下一个，还要十大动过大手术。那现在呢，那个逆境呢，现在变成我的饮食也自动的control了，不贪吃。那后来我啊没有什么胃痛的情况都没有了。所以现在回头一看，这人家以为是挫折的，这在我的生命上是。上进的原动力。我这样听讲的话听得懂哦。听得懂啊，祝福你们哦。即使一而再地遭到病痛无常考验，黄清奇都保持着一颗清净的心，不随境界起烦恼。而这份耐性与毅力，也同样展现在用毛笔写静思语小卡上，带着欢喜心，一笔一画地写着静思语。这一写就是20多年。这一本就是刚开始的是第一本。师伯，你是最早期你是看这本写的吗？对，最早期看这本写的。现在应该买不到喽。买不到，这不是买，这是送的纪念版，纪念版。对，就是我们的那个，我们的鬼屋上的呀。是民国78年以后开始写。就是有一个我们弟子的，师姐，她说用要我写，就是一个人在结缘。那个时候开始，我是用圆珠笔写的。那过了一段时间，大概1年多以后呢，我就自己用那个简易毛笔开始写了。为什么改用毛笔啊？我就觉得比较对得上人来讲比较庄严啊。那这写静思语的这个。这个动作之中呢，第一个让我养成可以自然的把这颗心静下来。第二呢，写的静思语让我晓得，假如要我就又跟人家分享的话，我要讲他一大堆的话。而呢，
上人的法是把佛法简单的，啊，咱等下去挂，怪挂的，还佫用刀啊挂，这是里面的几句话，这就是随时我可以的应用，不要再解说了。业障一现前，不如意的现前，我马上就用净思语去化解了。这就是我的训练有耐心吗、啊？啊，我来你公车顶啊，你还有捷运顶啊，或者师兄你好，我怎么你为什么晓得我师兄？我拿过你的旧事仪。不论是书写、护背，或是剪裁卡片的边角，一道道繁琐的工序中，不仅蕴藏黄清奇对静思语的恭敬心，也彰显珍贵难得的人生智慧。也要祝福大家日日有静思啊，天天说好话哈。感恩我们老当益壮81岁的清奇师兄来到现场啊，师父干不呢？感恩阿弥陀佛。啊，还有两位你的法亲陪伴呢哈，千金微处，万金微处边啊，何处边哈？那的彭美超师姐，感恩。还有我们的林素英师姐，干不呢哈？两位师姐等一下会来见证，他们的眼中这位智慧的长者如何面对。世间的人事物哈，不过先从你自己来说起啊。哇，你写静思语，听说写超过20年了。对，我是1978年有静思语，我开始就少，那个时候是用圆珠笔。哦，所以你今天带了那一本《慈济护专开学典礼慈济医院企业》的那一本纪念版的静思语，就是您开始抄写的范本。哎，开始对对对。Okay。从那个时候到现在20多年了。呀，对。您写了大概多少张小卡？大概上万了，因为我写到我现在在马路上走路，在捷运上面，在公车上面的师兄你好，我说你怎么知道师兄？那马上从口袋里拿出来这个旧事语，像这个，他说哦，师兄我拿过你的旧事语，就这样过来。所以你随身携带，你随身携带。对对对。我一面就是写着。正言法师静思语，那翻过来，吼吼，就是那一句跟他有缘的静思语。对对对，哇！我是随时期待的，你是没有间断，每天写。听说刚才看到那台护背机也是人家跟你结缘的。对对对，是护背机人家跟结缘的。所以很多人都知道你在做这个事。对对，做到我这么欢喜，做到很轻松，做到人家就打问号，说可能吗？可能吗？对，20多年来写了10000多张啊。但是就是，我们上人到胡林国小的时候，我在那，在那边我在发这个事情。OK， 第一次到胡林国小，我就现场抽考一下了哈，跟各位观众报告一下，我是真的拿过了。两位当然不用说了，对，哦，或许他还会提起他哩，啊，请你跟你的会员结缘呢，啊，你也会这样子广结善缘啦。哎，我到处都每天都携带在身边，所以我差不多看到我就有就事情。好。写这么多句静思语，有一句你特别有感悟啊，又比较特别有体悟啊，哈。我讲要个短下，你看看档啊，哈。您说啊，自己撒的种子，终究是自己收成。这句话你特别有感触。对对对对。为什么？这句话我大概不是只有一面的，两方面的感受。哦。一个是警惕自己，一种是鼓励大家。哦。自己撒的种子，终究有自己收成。像我。现在自己懂得很多事情，还有很多人家称赞我的，这个是鼓励我的。但是一个又是警惕自己，傻的种子不一定是善的，恶的种子你就要小心了。这还是你自己要去承受恶担、恶的这个业报。所以我这个自己傻的种子是分两种，一个善的种子，一个恶的种子。这既然善的喜欢起心，恶的要警惕自己。所以难怪大家说有佛法就有办法，因为您刚开始结婚的时候啊，1961年3月，就是民国50年3月啊，伊都结婚阿未一年就得到了急性脊髓炎，那个时候还没有接触佛法嘛。我是从看佛经有，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接触佛，你没有皈依，有通嘛，有看，但是没有通。啊，对对，所以。资料是说，您当时因为下半身瘫痪、大小便失能，曾经想要割腕自杀。对对对，我有那个念头，没有讲出来，有那个念头，也没有做了，没有做。活该仔。啊，但是还是有人提醒我，
就是后来我们这个还是那个我们慈济里面讲的，他说我你好好的利用上半身。我妈妈告诉我一句话是，可以瘦瘦的东西没有保障，就是我们这五家共有的。妈妈是没有讲五家共有，他说你好好的充实你的自己吧。所以我充分利用了上半身，还大概就是有没有人知道，我可以走动的时候呢，三年以后我竟然有机会上了中广唱那个艺术歌，四重唱，我唱我说没有，我充分的写字画图学语言还有学音乐唱歌，就是在我完全下半身不方便的时候，我利用的充分的利用了上半身。所以那个时候的病让你虽然想要轻生的念头，但是因为有医疗团队找到好医生，还有你的太太真用心把你照顾了。对对，好。那您多久之后就慢慢恢复正常啊？大概可以走动的，要大概可以排泄，大概要三个月以后，他可以自己排泄站起来。啊，就这样过来。后来你又什么喷门溃疡，又食道开刀，又肾结石开刀，现在肾脏萎缩啊。现在肾脏也萎缩。那观众一定很好奇啊。您年纪81岁了，身体又这么多的病痛，刚才看您影片里面走路也不太稳，那为什么还要出来做志工？因为我就是上面那句话，为了明天以后好好的写剧本，就这么简单，没有其他的高深的道理。那上面讲的业障现前因果观，理智在的，没有别人陷害你的，那就打开了，自己撒的种子终究是由自己收成。那我那个时候我不懂的，我是傻了，是不是恶的种子？所以逆障现前是因果观，没人陷害我，就是甘愿做欢喜受喽，对，是吧？哈，老多人果然有他的智慧啦，不管是妈妈的叮咛或上人的法语的熏陶啊，他现在懂的啦，这辈子的剧本上辈子就写好了哈。丁系两例呐，进菜龟绝对这世人无法都变苦龟啊！你要进苦龟，无法都变到哈密瓜嘛！他懂了这个道理之后啊，虽然年纪大，他还付出嘞，连环保他都要做啊！这样他怎么做环保嘞？请看看啦。为了载环保来，我暗时啊拢那环保车呢来阮家，我拢踮遐捡，捡好才载，有当载去华侨新村的曹太太遐。啊，你敢会留伫遮做环保？啊，顶回有咧做，最近又生存休困，我嘛定来，常常来。即使高龄81岁，身体状况不如从前，但黄清奇能会尽一份心力，载着回收物来到士林环保站。来到这里之后，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完成。我要来写这个，就是保持三个敬的心，一个上人的法名，往生者的名字，对他的恭敬心。还有我拿起笔来要写这个，心静下来，宁静的心。今天我刚好我这样这样都在家里来，或者我在这刷火洗脸洗澡以后来的，清静的心，三个静的心。清洁师兄是我们上人的好弟子，他好慈悲喜舍，分秒不功过，通通上人讲的他都做到了。叫你讲好，就无其他嘛了。好啊，我是这，我教这个呀。携手人生路上，黄清奇和黄曹绿金一路相伴。即使唯一的儿子在2004年移居美国，但夫妻俩共同生活，彼此照应，日子过得也是清安自在。所以师伯的生活起居嘛，算是你去照顾的吼。对，好凶啦，大概就照顾啦。他不喜欢，他要吃辣的，还是太硬了。嗯，煮伤甜，伊就食袂惯嘞。阮老家小姐嘛吼，甲阮弟妹就对啦吼，伊就讲因新妇讲啊，阿姆若转去吼，阿变在变喏。阿弟甲你讲喏。
哈，甲我讲，嘿，讲阿姆若转去吼，阿爸毋知要安怎吼，逐项拢袂晓，也袂晓煮，也袂晓啥，阿毋知要安怎，拢靠阿姆。我讲啊一样啦，阿姆嘛是靠伊，阿姆较毋捌字，伊较知影，大家互相。这细女呢？我这你我去几多回买啊？不是啊。两个人的相处像是截长补短，不止彼此照顾生活，心灵更是相互扶持，夫妻俩一起走在慈济的菩萨道路上。也金鸡呀，不亲不欠呐，就是微信。烦恼的时阵，贪欲啦，贪欲才有烦恼啦。不敢敢那咱心清净的心，还有土分来啊。算过就是师父人开始啦，伊拢阁甲我解说过啦。伊拢讲哦，倒一句是安怎，啊倒一句是安怎吼，啊你爱会知影安尼，啊咱基本的你要爱会晓，才会这样子。我写自传呢，慈济道理，在这个就是他。这个曹丽君。这是陶丽君，啊，那里面的这些都我帮他写的。因为明白太太学历不高，黄清奇在他学习佛法的路上一路用心扶持，也因为儿子移居美国，让他开始主动学习英文，活到老学到老。因着一份对生命的用心，使他人生中翻开的每一页都是精彩而美好的。We go to the park every weekend.We go to the park. We go to the park every weekend. Weekend. 唱歌要唱哆瑞咪啊，英文要讲 A B C。你看慈济人总是笑眯眯哈。刚来看师伯在学英文哦，我就来现场抽考一下好了。Why you learn English? Because my son lives in the United States, so I have to start some media conversation. 因为您好生住在美国的关系，我不得不学，我就要学习一些简单的英语会话。哇，那师伯，我建议一下，maybe next time you can write English. 好，要 ，OK. Right. So, you can. 好好好。都打到话，就你就改英文版本啊，那样。好，不简单啦。您看看今天现场啊，在这个慈济四十周年庆的时候。师伯就是因为哦，吼吼，把他的那个对佛法的了解、对慈济的了解啊，广为跟人家分享，得到了弘扬善道接引菩萨奖，对吧？所以有那个净师、金色小净师来跟你结缘呢，对吧？你看，见证慈悲、生根人文、静态展、弘扬善道接引菩萨奖，就是这功力啊，吼，所以真正是把握机会呢。像美超师姐啊，你比伊较资深嘛，你比伊较早受证嘛，伊嘛会趁机会甲你法喜分享哦。其实对黄清奇师兄哦，我的心态就把他当作是长者。当然，他不但对佛法很深入，对上人的法哈，他是依教奉行。依教奉行。真的，在他身上我会看到哈，上人所讲的那句话：分秒不空过。步步踏实做，日日要去做好事，对不对？然后法喜都分享，所以我看到他哦，这个法喜都分享哦，可以印证在他的那个身上。伊也三不五时跟你讲了哦，他每次哈心得的话写出来的时候，有时候跑到我们家去跟我按电铃，对不对？专工去恁家帮我听。我跟你讲吼，我跟你分享一分钟就好，一分钟就好。你知道一分钟讲到底是几啊分的一分钟？我了解。对，啊，他因为他，我都看到他那个法喜都分享那个愉快呀。其实哈，我觉得说，哇，真的很不简单。所以加一步，再当进一步啦。如果一直站在半路啊，绝对无法成就的哦。你看，伊安尼八十几岁啊，做主者嘛是把握姻缘啦。对，像。黄师兄他只要有告别式啊，助念，只要身体许可，你只要跟他讲，包括搭一台导览，他都一定到。对呀，你看，真的，包括师姐，哦，告别式啊，助念啦，
包括环保站相机，嗯，他只要 OK， 时间许可，身体许可，他也一定都到。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真的学佛学到很清安自在啊，对对对对，对，特别是清安自在哦，很多人可能觉得说，哎、欸，啊，恁阿公阿婆刚生一个孤囝呢，啊，恁我都放恁后生去美国，啊，恁两个家己住伫台北安尼，你也清安自在。很多人一定会觉得说，嗯，阿奶安尼，你也敢，阿姨敢，你怎么看待？我是这样的，就是上人讲的话，剧本是自己写的，你跟他写的姻缘就是这样。所以为了这样，这个果报现前，你好好的为明天以后的来生好好的写剧本。我就这样的看看，一切都是因缘。过去生可能你跟儿子结的缘就是这样子，他就是要远行，他就不在身边。我们就这样的一个念头就马上看开了，所以我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很自在，就是我有这一生好有福报，皈依三宝以后又有机会接近我们的上人。我每天眼睛一张开就是这个。OK， 啊，就所有的不如意的大概都不现前了。我所以我现在我那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量血压在407的，他说只有黄兴起师兄的血压是保持平静的，120几、170几从来不变动的那个静，还有什么叫做头痛发烧，胃痛，就通通不沾身了，就是这样过来。OK， 还有三高也不沾身了。哇，这其实要感恩你家师姐了，对，我感觉，因为她做你的饮食这个烹调师嘛，您说您自己给人生下了16个字的这个，本来如此，本来如此，必然如此，普遍如此，永远如此，这是宇宙的法则，一切现前就是本来如此，不是只有你，必然如此，普遍如此，永远如此，这是。好的话就是用上人的法、okay. 你做行了善的必然善、okay. 结果是善的、okay. 做了恶的结果是必然之事，对对对对，这16个是宇宙的法则，所以您也不会害怕惊恐如果人生走到了尽头会怎么样，因为你已经为下辈子的剧本，但是我在努力撰写了，我喜悦的时候我不转那个得意，我有上台去40周年，我上台跟李明忠这个上人，回首当年我也上台了。但是我只有喜悦的心，不告诉我不能有得意的心，得意的心就变得傲慢了。我会提醒我自己小心。好，我只有到了喜悦的心。所以一切都是要多用心了哈，不仅要小心，还要多用心哈。所以要祝福你哦，要小心的走路，小心的吃饭，小心的过生活中的每一个部分。祝福你更安心睡，更快乐吃，更欢喜笑，可以更健康做，好不好？好，感恩。81岁的年纪哦，真的带给我们很多的人生智慧启发啦。最重要就是，诚如我们常常说的哈，预知前世因啊，今生受者是；预知来世果啊，今生做者是。真的要为自己多知福、惜福、再造福哈。祝福您跟师姐，跟师姑，一样平安健康哈。我们两位继续感恩法经关怀，好不好？谢谢，感恩啊，谢谢，感恩。